子，哦，我知道了，这犊子。喂，你太聪明了，犊子。看这颜色好，这个老爷子是干了多少年？一到大北菜家都88。大北菜88，全静安县最贵的家的。100多块吧。嗯。啊？现在你便宜了，你菜，人家都说你菜贵，你贵什么呀？贵了别吃啊。对。对啊，我都马上撵着走，我说你赶紧滚。哦。一份大北菜88，简直是多钱呢？10块。十几年都没涨过价去，20年没涨过价了。啊，那不行，老爷子怪。来。那我这吃饭没有涨价的。啊，没有涨价的。多少钱？随便吃。对对。吃了就走。老爷子拿手绝活，这个是2万猪肚。老鹅。老鹅，老鹅。这烤鹅。黄瓜。黄瓜带肉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也凉拌、啊？对，就是凉拌凉菜嘛。哦，凉菜都凉菜。嗯，八个凉菜。8个凉菜。对。哎呀，开过门预定，还能给你送，一半还。今天喝10斤油。不是那个，别，这不是烧的，这是这个烧的，腌的，那咸盐，腌制的。给你包吧。没给他装上。拿着，咱弄。弄上。那个叫什么？你们几个人？这是敬酒。第一坛。百年老酒。百年老酒，十几坛。你闻这个酒味儿，这个酒味儿真棒。嗯，香。好。少吃是少倒两个。哎喂。再倒个2斤，还喝了好吧？啊，这好，喝。真香，满屋飘香。分酒器，巨型分酒器啊，巨型分酒器。这老爷子这个甲鱼，不能我给你拿，你上勺，不能那么高。这个甲鱼要不那一卖了，这么便宜。这个甲鱼要可能1500块。1500块是个甲鱼。各位领导，这是极品甲鱼，1500块这一门，就这一个1500块。这个汤汁有多浓稠呢？对。哦，真的甲鱼，这我吃过最好的甲鱼。你管管嘴，来。大吐给他吐，我也不要了，鬼吐都大哥了，鬼吐鬼币再贵啊！吐到那边再弄啥？我的妈呀！来，就他，好，巨型鬼吐，看着，这个看不出来，看着，就这个把酒喝了，把那个碗，他翘着，你给我搞一个账，正好，巨型鬼吐，你反过来，哎，我的妈，你妈呀，这个太棒了。你们吃吧。我说我干啥？我不要。哎，你吃过了。这个汤要下面条不更好吃吗？那你肯定的。不来，我们下点面条吃。自己来就行了。来，我看你。哎，这个平时不吃这个美，好好吃。你别搞，换。哦，来一碗全汤，天下第一美。这个你快吃着吧，你回来尝尝。这个叫俗称硬三鲜，这个吃的是。哦，硬三鲜。这边是头，你翻过来。
哎，不叫头，叫推着头。哎，嗯，加鱼头，加鱼头，告诉他一下。二位，这边，二爷。不过你看我今天是做了个月经少，后边的多呢。这没事吧？嗯，没事没事。来，我看。白板，白板。喝不了一半，这个入口的应该是一百吧，42吧，啊，改了是吧？先这贾一雪，贾一雪，我那叫贾大伯，我不敢吃点这些。我叫啥？我吃。那就是谁呗？这个。哎呀，谁呗？这个就做这个，就做贾一雪，太高级了。你这个秃老太，人家说你是咋的？老豆腐。你做什么东西得有标？你看他这个甲鱼烧的是不错，这甲鱼做不错，真的，这个甲鱼烧的是吗？老师啊，这是清炖带红烧。清炖带红烧的。啊，清炖带红烧。清炖带红烧的。哎。目前徐州地区没有超越的，十分大本菜要。88块钱一份，其他地方不。这是一卡车杯子，一车杯子，不得一颗。对，这是八十八。白菜中间几片的精，几片的精华。对对对对，那个，就这个，遇到顶级了。这是一车杯子白菜。这就一车杯子88。顶级白菜。三位，大师，嗯，康大师，三位，酸甜可口，哎呀，好美，真好吃。小娟，好喝，快点。小娟，酸甜可口，油焖河虾。啊，油焖河虾，哎呦，嗯，油焖河虾，谁香味？我知道了，老爷子这个菜它偏油大，对吧？油大，我用手搞一个，好，嗯，加，等等，嫩，非常嫩，是不是活虾？活虾，我们品尝一个，品尝，我跟你说好吃就好吃，你是大师的，大师的。哎，你看，指明大师给人，他不敢吃上。好，好，哦，加满。来，唐总，哎呀，就是干的。哎呦妈呀！年龄大了，你少喝点吧，老爷子。哎呀，哎，真香。啊，后边。盐水喝下来了，白汤，白汤，这好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我要吃这个那个白菜。这我水里。哦，羊排，羊排，又是顶级。哎，老爷子，你少喝点，你太厉害了。啊，你少喝点，年龄大了，不要了，放哪个放哪个。啊，累了你。看不像，我干娘的谁？张总那个女同学那天也真厉害，她这人家我干娘的谁？人家直接喝了一瓶。这